桑鸟筑坛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怪你，我知道他根本就没去庙里，也是我让你别去接他回来的。为了点小事就闹别扭，闹就让他闹去吧。我猜想二奶奶肯定去二爷坟上了，所以才去看看，没想到一去就发现二奶奶倒在坟前了，想必是受了风寒，这才自作主张。好在你机灵，否则童家的二奶奶昏死在坟前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童家多亏待他了。这倒不至于，老爷待人一向宽厚，远近皆知啊。守城，我平日待你如何？老爷待人那是恩厚有加。不，我问你，我待你如何？老爷待我比对待旁人那是更多三分恩情，为这三分恩情，守城自当尽全忠以报。老爷，有事您吩咐。二奶奶要离开童家，该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该把她安排到哪儿好呢？要隐蔽，又不能太偏远。要隐蔽，又不能太偏远。一个守牌坊的寡妇，自当住得隐蔽些，不宜太热闹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又不能太偏远。若住得太偏远，又不方便老爷前去探视。愚公，老爷是童家的族长，子弟在外自防关切。于斯，二奶奶是老爷兄弟的遗孀，为安亡者之心，对他多加照顾而前去探视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若太偏远，是不方便吧？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，去找一处既隐蔽又不太偏远的住所去吧。是老爷，守城知道了。他都知道，童守城是条忠心的狗呢，还是养在柴房的老鼠？
齐真要离开童家。是。他自己搬到外头去住。知道了。你竟然如此淡然处之，童家的寡妇要搬到门外去了。老爷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童家是龙潭虎穴，进得来就出不去了吗？这间宅子里绝不能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，尤其是女人，我绝不放。就算是要走，这风筝的线头也得紧紧攥在我的手里。老爷，胎儿如何？很好，血气蓬勃。老爷，自从我确定怀孕以后，喝气针他就一直不痛快，他妒忌我。你知道什么？他当然不高兴了，我有夫有子有指望，他有什么？午夜梦回的，连个暖被窝的人都没有，他肯定不高兴啊，还吵着要离家。老爷，你就让他离开吧，再这么下去，三不五时的闹一回，我气都给他气死了。到时候这脉象还能血气蓬勃吗？问题是你怕他手牌坊有闪失，影响童家的声誉。这还不好办吗？让他出去住，找个人天天盯着他，让他定期回来汇报，他想作怪也很难作怪了。那得找个自己人才行啊。还有谁比童亲更合适呢？自己家的闺女嘛。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叫童亲去，你把你身边最讨厌的两个女人都给支走了，你可舒坦了。哎呦，天地良心，老爷，我要是想到这一层，你叫我啊，得，你省省吧。好话不灵，毒咒最准。到底该让谁去陪着，我自有定见。你呀，好好的把儿子给我生下来，你就功德无量了。爹，您真是太过分了，您这是要把娘一并也赶出童家呀？荒唐。是荒唐，娘是堂堂的正房大奶奶，现在要被赶出童家，搬到外面去住。她跟你小婶婶一向感情好，是最适当的人选，两妯娌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，又可以随了徐凤琴的心愿，对不对？她把童家两个正房奶奶全都赶了出去，她就可以趁机做大，这都是她的毒计，她是不是要迷了你的心窍啊，爹？放肆！我若是鬼迷心窍，那搬出童家的第一个就是你了。我？他要把我赶出去，让我陪小婶婶去守寡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我愿意去陪齐真，大不了换个念佛的地方。娘，还是素容氏大厅。爹，在感情上你真是一个冷酷的人，难道你不知道娘对你是有感情的吗？你娘早看破这一层了。是你逼她看破的，她真是吃得让我心疼。这十多年来她一直不离开童家，宁可在家里修行也不愿意去庙里，这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所以这些年我始终敬重你娘。她要的不是你的敬重，她要的是你能看她一眼，就算是你不想看他，能够让他看到你也可以呀。可是你却连他最卑微的快乐都剥夺了，我真的是恨你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你说我爹怎么这么自私，我真是服了他了。你服与不服都改变不了他是你亲爹这个事实。哎，来来来，看看厉天给咱们画的这个地图，
他刚说了，蜀道虽难，但是沿路最多的却是药材。哎呀，收起来，烦死了，一点心情都没有。那要不然你就按照徐凤琴的提议，咱们俩去陪小婶婶。干嘛？我为什么要随了他的愿，中了他的计呀？我偏偏不离开童家。我才不要让那个徐凤琴好过呢。你不愿意去又心疼你娘，那你想怎么着？我倒有个办法。大哥有计啊，童亲不用走，大奶奶也不用走。那谁去啊？你去啊。徐凤琴她不是有个儿媳妇吗？哎，你是说小锦呢？是。不可能，她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就是，那个童家日子都好过，好歹也是个少奶奶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她不会答应是因为她不敢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徐凤琴不点头不放她走，小锦是绝对不会走的。她的情况我最了解了，徐凤琴不吃饭，小锦就不喊饿，所以要靠你呀、啊、你要劝服小锦，还要说服你爹，让他鼓起勇气，只要你爹一点头，他马上就答应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三全其美。哎，你看，你娘不用离开童家，小寡妇呢又可以离开徐凤琴，想留的留，想走的走，哎，皆大欢喜，是不是啊？行，那就这么做吧。等过两天。别过两天了，就现在吧。现在？干嘛那么急呀、啊？哎，这事儿再不处理，你大小姐天天心情不好，咱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。哎，你说那马要不要挑？人要不要找？路要不要走一趟？哎呦，你就快点吧！啊，童亲，先说服小锦，我觉得他的意念比较重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啊？哎，青姐姐，小锦，我问你啊，你想不想离开这儿？啊？离开童家，离开徐凤琴呢？我不。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你怕什么？我又不是徐凤琴派来的奸细。哎，你肯定是想的吧？本来也是，童家有什么好留恋的？要不是这里有我喜欢的人，我早就走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法子就是高丽天想出来的。高丽天？什么法子啊？来，我告诉你啊。听青儿讲，你愿意随小婶婶到外头去住？是。你可知道，离了童家，样样事都得自己做，就不会像在家里这样便利了。哎呀，爹，本来在家里嘛，方景也都是家事全包的。我要让他自己说。是，我知道。你们都以为离了童家便可自由自在、海阔天空，错了。在家里犯了错，关了门，多么难堪的事儿都出不了这屋檐下，在外面全镇的眼睛都盯着你们呢，一言一行不能出丝毫的差池，否则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小锦胆小的要命，怎么会犯什么错误呢？我要听你自己说。王姐，你是要替童家守节的寡妇，你能遵守你的诺言吗？他可以吗？言行举止守规矩，懂分寸，目光不得斜视，门庭清明，无闲人往来，日落后不得出门，日落前随行有伴，不多言，要寡笑。哎呀，爹，方景又不是犯人，何必要这样呢？爹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努力的。不是努力，是一定要做到，否则你就留在童家。放心吧，爹，我替方景做保证，他一定能做到。若是做不到呢？
若是他又有一个行差踏错的，庆的小姐，我们能拿你怎样？你想拿我怎样？随便你啊！别在这满嘴跑马了，自己行为都不正，还能当老别人？凤琴，谈的是正事，你胡扯什么？老爷，当初这个儿媳妇进门没有问我，现在她出门也不问我，她到底是不是我徐凤琴的儿媳妇啊？她横竖都是你的儿媳妇，你管她在门里门外啊？那好歹也得问问我是不是啊？好歹什么？我才是这家的一家之主。老爷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发什么火。老嫌房景在眼，前碍眼，现在让他走了。你倒搞出这么多事来。那要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说？会说我徐凤琴刻薄寡恩，留不住人。合着你是在骂我呢？媳妇弟妹都留不住啊？天地良心，老爷，我怎么会骂您呢？我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房景搬出去住，这也是他自己愿意的。你得愿意。你可乐了啊？你可以转世升天了啊？你说话回答我，你成心丢我的人呐？你就想让人家知道你不愿意待在童家，你愿意，我不准你愿意。走，走，你跟我去。你敢造反呢？你小姑子，你走啊！啊啊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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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呐！娘，爹。你身上怀着身孕，何苦跟孩子们生气？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你咒我？不不，是关心你。来，素荣大奶奶，只怕你心里头写满了密密麻麻咒我恨我的话。哼，幸好人心隔肚皮。大家省得难堪。我为什么要恨你呢？那还用问吗？那还不是因为我不是你，也会是别的女人；不是别的女人，也会是别的事情。你该不会天真的认为童善群这一辈子只会守着一个女人、一段爱情、一件事儿吧？唉，善群啊，他这一辈子最在乎、最重视、深爱不够的是童家，是童家的传承和声望，不是你和我，也不是别的女人。所以我又何必特别针对你呢？你就是看我不顺眼。其实我真的很少看你。你就是目中无人。自从我进了童家，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说是不管事，大事小事都是你来管，都是你做主，还招了个扫把星，克死了我儿子。那你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呢？你我就是不想让你称心如意，我就是不想让他过舒坦的日子，想走的走，想留的留，就憋死我一个人呢。那你也可以走啊。如果你觉得离开了童家，你才有舒坦的日子过，又何必非留下来呢？你爷人，洪素柔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！我告诉展池，要他休了你。你，哎呀，等等，等等，有这么急，上哪儿去了？你不等我？李天，大叔，来，高李天为什么要跟他约他林子林？我去童家这么一闹，等于咱们俩翻脸了，咱们就不能公开见面了。
啊，大叔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宋少川了？你怎么这么问呢？照大叔的个性，不会到童家去吵着要你的。这一吵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我跟大叔已经彻底决裂了，一来可以撇清以后的事，二来可以让童善群更加信任我。嗯，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我觉得大叔不会做出这么有心机的事情，是不是宋少川的意思？你别管是谁的意思，反正这是应当做的，否则那个童善群会起疑心啊。啊，他那么轻易把你从我的身边挖走，而我没有动作，他肯定会怀疑你。那宋少川是不是都知道了？神色那么严肃，在谈些什么呀？你忌讳让他知道了？对，这家伙做事手段残忍，他就是个卑鄙小人。李天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向云母子和你一样，都是常年在我身边的，你们应该亲如手足的。我跟这家伙没什么感情可言，我也不想掩饰对他的厌恶。这个呀，就是你们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他也不喜欢你，可是他为了我就可以顾全大局，多有隐忍，而你就不会。大叔，我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为什么要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啊？在吵架吗？两个人脸色都那么难看，吵就吵呗，背着人躲起来吵，为什么呀？我又为什么要遭到兄弟的唾弃而到童家去呢？是啊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这是为了你和方姑娘。你想想，你和方姑娘可以长相厮守啊。所以我不想让宋少川知道这件事情，万一他使出什么激烈的手段，会伤害到小景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胡作非为的。怎么样，情况进展得如何呀？在童家有没有和方姑娘说上话？哎呀，童家规矩甚严，他们的女眷根本就不出来，更别说小景了。大叔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从长计议。一会儿吵一会儿又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小子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干嘛？还装蒜啊？我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通敌。我怎么通敌了？装装啊，接着装啊！你干嘛？我把门打开，免得你情急之下杀我灭口，死在你屋里都没人知道。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你还笑？哼！我问你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跟谁见面了？啊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你刚才去树林里了？你跟季海清见面了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见面？你都听见了？我可告诉你，门还开着呢啊！我可是，你说是不是听见了？我就是听见了，怎么样？不，你没有听见，不然你不会来问我。但我看见了，我从头看到底。哼，那天季海清为了你，还到府上来跟我岳父理论，原来你们是啊假翻脸真演戏。我告诉我岳父去。平昭，你拉我也没用，我岳父待我不薄，我不能让他蒙在鼓里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跟季海清见面试试吧。我有我的苦衷，你跟我岳父说去。平昭，我知道你不是个不讲情分的人，否则你不会来问我，直接去告诉童老爷子就行了。哼，我跟我岳父的情分比你深多了，我不能让你伤害他，你要是伤害他，童心会伤心的。平昭，你相信我，我有我的理由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不说是吧？抱歉。平昭，那你说不说啊？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？哼，我知道你对我挺够意思的，所以我才给你机会。你想，童善群是童庆的爹，
你伤着同善群，那就是伤着同庆。爱屋及乌，我怎么可能等闲视之啊？方景，没错，是方景。你疯了？你怎么可以爱上他？他是童家的媳妇儿。可是我们相爱在先，他是被迫嫁到童家的。那再怎么被迫，他也已经是童家的人了。如果他在童家平平顺顺一辈子，我也就认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啊，嫁进童家，就算童喜死了，只要他愿意平平顺顺过一辈子，应该不是问题啊。可他们连认命活下去的机会也不给他，他们要逼死他，好为童家换做列父辈。啊，逼死他？有这事儿？他们要他上吊殉夫，以死明志，全家人除了大奶奶都默许这件事情。我的小姐才18岁，他们视她如草芥，无人珍惜，要她守她得守，要她死就得死。小姐她性情柔弱，逆来顺受，我呢，我会心疼啊。是会疼。又是我的同庆爷，哎呦，等，我想都不敢想啊。这就是你那个道貌岸然的岳父主导的，他根本就是个伪君子。太可恶了，简直就是笑里藏刀啊。我呸！哦，原来你进童家就是为了方景，你是要……我要带他走，我要带他永远离开童家。难怪你要同庆说服方景，让他先离开呢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直接告诉同庆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不能告诉他，他毕竟是童家的人，而且他心里藏不住事，万一以后事发，他也会受牵连的。你以为我傻呀？你没敢明白的请同庆帮忙，最主要的原因，你是知道他喜欢你，不会撮合你和方景的。嗨，这事儿交给我吧，就冲这原因，我帮你了。你把方景带走了，我的婚姻也就成功一大半了，一式两变，挺好。平昭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放心吧。咱们俩是兄弟。你没想到我岳父他这么残忍。那这世上如果真有一个列续辈的话，他一定也逼我上吊了。就听，太可怕了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起来啦。废话，都来了这么些年了，还这么笨手笨脚的。姨娘，那我重梳吧。不用了。我看着挺好的呀，挺贵气的呀。原来是姨娘人长得贵气。这发型要是梳在小翠头上，那就是土气。原来是头长得不一样。是啊，是姨娘长得贵气，姨娘长得贵气。我长你的嘴，拿我跟丫鬟比呀、啊？是，下去吧，秃头。是。北京老字号瑞福祥的织锦缎，姨娘请笑纳。哼，选剩下的吧。怎么能是选剩下的呢？全家就您有。只有我？是，只有您。我倒是觉得奇怪了。最近同庆也没再提要解婚约，你不在他后头跟进跟出的，跑我这儿来干嘛？我的眼里啊，不能光有同庆啊。其实啊，我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姨娘呢。这不，我还在外面替您抱不平了。抱不平？啊？谁又在后头嚼我舌根子了？哦，又是那对母女是不是？说，是老的还是小的？还是他们俩一起说的？
哎呀，那不是不是，您就别问了啊！不行，你得给我说清楚了，是同庆还是他娘？他们到底说了我些什么？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我把这些料给蒸了。姨娘，这布料不要紧，计划您的身子那可就了不得了。那你说，那对母女？不是，这是外人，是外头人，街坊邻居们。外人？啊，外人说我什么呀？他们说童家的姨娘刻薄不厚道，宁可把自己的儿媳妇儿放在家里当下人使唤，也不放她出去过两天舒坦日子，还说什么？还说这个童家的侧室就是比不上正房宽容仁慈体恤仔细。外头真这么传来着？是啊，我听了就气，我就替您抱不平，我就跟他们吵，我呸！我说你们算哪根葱啊？啊，人家姨娘的是正主婆婆，婆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放就是不放，那是做婆婆的特权，你们管不着。你给我闭嘴！胡说八道！我说错了，我这个您撞生事呢？谁让你给我撞这个生事？人家已经在外面编排我了，你还在这越帮越忙。童庆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你是什么也不做，做什么你都错，真是气死我了，还在这邀功呢。哟，老爷没在啊？哦，老爷按例走医去了，说是全家人一寻一聚的，这不是他定的规矩吗？这全家都到齐了，他反而走医去了。吃饭吧。这什么味儿啊，腥得我只想吐，这要怎么吃啊？桌上有一个孕妇呢，你们不要光想着自己吃好的，也得想想我。是，下回一定为二姨娘准备些清淡的。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童家未来的主子。是，下回一定注意。还有下回？那这回饿着我们母子不成？那我这就去厨房替您备去。好了，等不及了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那儿不就有现成的吗？把那盘菜给我端过来。你聋啊？我让你给我端过来。那是素菜。我没瞎，我就要那盘菜，赶紧给我端过来。那是为二奶奶准备的。你造反了是不是？我说的话你敢不听？好了，凤琴，不要跟一个下人过不去。来，我给你端。你敢动，我就要他这个下人给我端过来。你好贱的一双狗眼，宁可扒着一个臭寡妇，也不把我二姨娘放在眼里。你们这一群势利眼！哼，我要定了，我就要你给我端过来。谁敢跟我作对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我看你们谁敢担当这个责任，给我端过来。连这个都要抢，你连口饭都不给人吃，你是诚心不让我吃饭是不是？是你不给别人吃饭，亏你自己说是个堂堂的二姨娘，你什么地方堂堂？你连个下人都为难，是下人就得为我所用，所以你就只配做姨娘，你就比不上大嫂。大嫂宽厚仁慈，你就尖酸刻薄；大嫂宅心仁厚，你就是叫人唾弃。好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在外面谣传，你就是散播谣言的元凶。坏事有脚，自己会跑。徐凤琴，
你的所作所为早就传千里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别以为你的阴谋诡计能整得了我。方锦，是娘。你跟他一起搬出去，就搬出去！别以为我徐凤琴拿着儿媳妇当下人使唤，谁有我徐凤琴这种气度？放个守寡的儿媳妇儿出去享福啊！哼！太好了，还是小婶婶有办法。我们求了半天都没用，她这个激将法一使出来，徐凤琴就上钩了，乖乖的放了方锦跟我们出去。我小婶婶真是太聪明了。喂，请你注意注意，聪明的人是我。你？嗯。得了吧，吃饭的时候啊，话都不敢说一句。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多亏在吃饭之前我酿了半天的前因，小婶婶这才稀里糊涂的沾上我的光呢。嗯，是吗？嗯，当然了。来来来来，说来听听。真的？哎哎呀，你还真够行的。那是。你来干嘛？啊，谁让你进来的？饿了吧？我特地给你做了点好吃的。你怎么可以进这个房间？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中午生了一肚子气，什么也没吃。那就更不用了，你不配。我知道我不配，可我管不了我这颗心呢。童守成，你放肆！管不住，管不住你就去死吧。我怎么能轻易就死呢？二奶奶在老爷面前把我这条命保下了，我童守成这条贱命是二奶奶疼惜才得以保。你住口！你给我滚，带着你这双脏手碰过的脏东西给我滚出去。二奶奶，我童守成这双脏手好像是摸过什么好东西吧。二奶奶那洁白无瑕的铜体，乌黑亮丽的秀发，还有二奶奶您的泪水香味儿，够了够了，每一样每一处，我这双脏手好像……你给我住口！在这整个童家，可有一个人想到了你现在还没吃饭，还饿着肚子？在你受委屈的时候，可有哪个人跳出来为你说半句话？没有。倒是我这个粗鄙的下人，竟然为你公然袒护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敢为了我抵抗徐凤琴，我们就站在了一起，你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。你不稀罕我，就像那个人不稀罕你一样。你轻贱我，就是轻贱你自己。你以为你比我高贵吗？没有。我再怎么低贱，二奶奶，我敢强要你，你敢吗？你只敢永远地躲在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等候。你比我更可悲。还是吃点吧，太阳照不到角落，饿死了都没人知道。好不容易说服他把小鼎放出来了嘛，这不让小鼎出来给我们添点胭脂花粉什么的。哎，其实方姐，这里三个人你可都得好好谢谢，我们可都是真心实意帮你。谢谢。哎，走，我们到那边看看。哎，快看。
小姑娘，过来看看，多漂亮！好漂亮啊！哎，买一个吧。方婷，这个怎么样？啊，好看吗？来试试。不好吧？会不会烫花手？也是啊，你还在手桑呢。哎，换一个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好看。同学，同学，哎，咱们到那边看看。哎，你看那边，那边，哎，看那边。我又不买，我看他干嘛呀？你给你娘买啊？那是蒲团，你娘打坐念经时候。哎呀，放下，走走走走，快走。干嘛呀？天哥哥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停止了，天地间也只有你和我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哎呀，不行，太硬了，你娘膝盖受得了吗？那刚才那个你又嫌软？那当然，太软的不行跟太硬的不行是一个道理。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行啊？软硬适中，不软不硬。那喂，你很不耐烦啊？不孝女，这是给娘挑东西，快继续挑。王平照又使老招，又想把我从高丽天身边支走。哎呦，我现在已经是豁然开朗了。你看我现在什么时候计较过你去找高丽天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铁了心的不会离开你的啊。人家高丽天也是正人君子，我们两个男人的心啊，现在都是心如止水。那么你那颗心爱怎么波动就怎么波动去吧啊，反正哪天你累了，自然而然的就会靠过来的。哎，我说的是靠过来，不是靠过去。哎，因为只有我的肩膀是永远为你等待的。都想吐了，好恶心啊，比我恶心一百倍。喂，我这是发乎情，你那是演戏，不一样。你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？平昭是我们的朋友，小姐，我们需要朋友。你看你能出来，不是多亏了同庆吗？他把你当朋友啊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愧疚。他把我当做朋友，我却对他使心眼，我还瞒着他。我，小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对他使心眼，是我利用了他对我的热情。但是我必须这么做，爱是有亲疏远近的，在我心中你是最重要的，任何人只要伤害到你，我都不会愿意。所以就算我们害死了小喜，也不用觉得内疚吗？你能忘得了那一夜那么大的雨？小喜，小姐，那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你也是为了我好啊。我经常做梦，在梦里我见到小喜，他无言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他在谴责我。如果他有责难，就让他到我梦里来吧。他不认识你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没能给他恩情，反而害死了他。丽天，方景，方景，行，你别喊方景的名字，喊丽天就好了嘛。为什么？真是笨，小景是个小寡妇，他光天化日的跑出来，不又让人说闲话了吗？哎呦，还是你聪明。行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走散了。现在方景不知道有多难过呢，跟一个大男人在一起，他肯定很害怕，他又不认识高丽天。我这不是为了孝敬你娘吗？真是的。高丽天，丽天，丽天，小姐，这次你搬出童家是个大好机会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胡来，我跟二奶奶住在一块儿。你先听我说。丽天，丽天，我们来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啰嗦了。你们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害得我们找了好久啊。我们走散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他人特别特别好的，说不定他心里啊比你还要不自在呢。
做好女人，难上加难，要命难，要好命更难，要成就好命难上加难。